这上冷一脸我非迷错因时光一再无情尽愧你曾于笑面跌出泪水爱浓于痴百倍来吧你干了吧难得找到我吧请莫问曾如何落魄还在尘世挣扎走我再共聚添一杯庆祝相伴我和你不需再讲什么因曾彼此敬佩天无端很暗灰哦，还有一样，你爸爸跳楼呢，你知道吧？是我煽动他的，是我教唆他的，是我盼他的。王八蛋！高先生，什么事啊？没事。你这么冲动，怎么做得了大事呢？啊？帮我把警卫叫来，把他拉出去。我自己会走。这个畜生，跟你打架犹如我的人格。这笔账，我一定会跟你算的。给我滚出去！阿红，你要赶快离开高天君。是他自己承认的，他叫爸爸烧货仓骗保险金再报警抓他，还有他逼爸爸让他跳楼，这全是他自己说的，他全都承认了。想不到他这么处心积虑来害我们。你别伤心，回到哥哥的身边来，别跟那个畜生在一起，你知道吗？阿红，你还要跟着他。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做。是他害死爸爸的，你还跟着他？你跟着他不会有好日子过的。你虽然嫁给他了，可是你还姓程的，你知不知道？你回去好好的想清楚，是不是还要跟着那个畜生？你想想，你好好的想想。爸，老天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依依稀稀消失的片段，浪荡路上，这心哪怕更酸。你在这儿干什么？这么晚还不睡？我睡不着。睡不着，喝杯热牛奶吧。啊？阿俊，别叫三姐了，自己去煮吧，别坐在这儿着凉了。那我先去。
脸色这么难看，你有什么事啊？王爷，我是想来跟你说一声对不起的。别这么说，是有人对不起我，不过不关你的事。阿俊，你太不像话了，那笔遗产应该是你的。既然法庭已经判了，我也不想再提了。你确实是田叔他的女儿，总有办法可以证明的。有，除非是验血里的遗传因子啊。可是我爸爸已经死了，到哪去找他的血来验？其实呢，钱财乃是身外之物，别放在心上了。你还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我能帮你吗？看见我哥哥，让他别怪我。你也知道，阿俊是我最爱的人。这种事呢，外人是不能给你意见的，你自己衡量一下值不值得。我知道不值得，可是我也舍不得。高太太回来了。是啊。三姐，这是什么？哦，是高先生让我扔的，他说要装修书房，所以让我把这些扔出去。三姐是怎么收拾东西的？让他扔了还有这么多？怎么又要装修书房啊？你不喜欢？你不喜欢那就不动了，这房子是我的，我喜欢什么装修就什么时候装修，不喜欢就不装修。可是这些东西又不是你的。你说什么呀？法庭判了这都是我的，我现在只是服从法庭的判决。三姐啊，叫阿东准备车，我要出去。干什么？你看什么？我想你既然不要，不如给文艺了，是他的，应该还给他。你是我的老婆，那就能听你的了。我出去了。其实呢，这几年呢已经差不多都卖出去了，这边还有几层，估计两三天也可以出手了。做得好，非常好。俊哥这么看得起我，我不做出点诚意了怎么行啊？你先出去吧。好吧。走吧。高先生，有位小姐找田先生，她说是林医生化验所打来的。接进来吧。哦，哪位？喂，我找田树泰先生。哦，对不起啊，他去世了，你有什么事跟我说好了。是这么回事，田先生在我们这儿做了个化验报告，他这么长时间了没来拿，我们化验所就快搬了，麻烦你找个人来拿吧。哦，你觉得很碍事你就扔了吧，反正人也死了，没有用的了。既然这样，那我们会自行处理了。谢谢。对不起啊，请问是什么化验报告啊？是遗传因子血型化验报告。遗传因子？你们的化验所在哪儿？田树泰啊。我刚才好像还看见了。还没找到，人家等了很久了。就是啊，放在哪儿了？真是啊，找到了，在这儿。什么？田树泰的报告刚才有人拿走了。我接到你们的电话就马上来了，你们怎么能够给别人呢？
不是的，人家有正式的收据吗？你有吗？我，那是男人还是女人呢？女人。走了多久啊？他刚走啊。老婆大人请笑纳。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回来了？没事做，所以早点回来看看你了。喜不喜欢？这些花好漂亮。说实话，结婚以来我还是第一次收到你的花。别这样了，我知道是我不对，是我不好，平常的工作太忙，有时冷落了你，我以后一定会弥补的。阿华，我们今天晚上一起出去吃饭，还可以跳舞，好不好？我订好了位子了，不许说不去。你也知道，我又不是生在大富大贵之家，从小就没有爸爸妈妈，我现在所得到的都是靠我自己努力得到的。可是前两年我又跌倒过一次，所以……怎么突然又说这些？啊，我想告诉你，我有时说话也许是……有时也许是偏激了一点儿，也是因为我跌倒过，我不能再跌倒了。你是我的太太，你一定要支持我。我喘不过气了。对不起啊。哎，你还记不记得我们是怎么认识的？是在电梯门口撞上的，我手上的东西都掉在地上。是，全都掉在地上了。你的样子很狼狈，很惊慌，而且很彷徨，不知道怎么好，真好笑。再过两天就已经四年了。我知道，我知道，我没有忘，不用提醒我。我们结婚四周年纪念，是不是啊？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夫妻俩永远一条心，共同进退。因为我们以后还有很多的四年，是不是？阿华，那你累了，你先去洗洗澡，早点睡，好不好？阿俊啊，你答应我，你别怪我。怎么这么说？我有什么好怪你的？除非你骗过我。有什么事？啊？我先去洗澡。
红叶飘在空气里，我的心随雨下坠，记忆中属于过去，深秋填满空虚，受着念又想到你，泪已干才干。阿红，大哥，你可回来了？你还是不肯回来？对不起，阿哥。别跟我说对不起，我不用你说。哎，阿朗，你回来了。阿红是来给全哥上香的。你走，爸爸不用你上香，没有你这么外向的女儿。走。干什么呀？兄妹两个一见面就吵。吵什么？你问问他。阿朗，怎么会偏偏是我？哎，真是冤孽呀。如果老鼠要是大老鼠呢，分量就要多一点。嗯，这种药千万不要让小孩动，不然吃了真是神仙也救不了他的。哦，咦，高太太你在这儿啊？高先生呢细心就送花儿，高太太呢你又亲自做蛋糕，你们夫妻俩真恩爱啊。阿玉，今天放你们一天假，帮我通知三姐阿东啊。哦，啊，我知道了，今天是高先生和高太太的结婚纪念日吧？我知道了，一会儿我把花插好了我就走。红叶飘在空气里，我的心随雨下坠，记忆中属于过去，深秋填满空虚，受着念又想到你，泪已干才觉乏味。阿红，阿红，你怎么出来了？我有点不舒服，所以想出来走走。我还以为你是出来接我的呢，不舒服就别出来了嘛。我看你的手这么凉，可能这儿的风太大了。配上我的衣服。你先把车开进去吧。好吧。怎么今天这么浪漫呢？工人都放假了，就剩下我们两个人。是我让他们放假的。只剩下我们两个了，太好了。哦，蛋糕好香啊！啊，我差点忘了，送给你的。
我帮你带起来。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么好的钻石，我想你一定会喜欢的。其实，你又何必花这么多钱呢？老公疼老婆是应该的，就不知道这个老婆疼不疼老公呢？嗯。阿俊，你知道吗？我这一生就爱过你一个人。我知道。不过呢，只靠嘴说是没有用的，也应该有点行动表示。那我送给你一条项链，你送给我什么？嗯？有。我也有东西送给你。是什么？等你吃完蛋糕我再告诉你。哇，差点忘了，这是我老婆亲手做的蛋糕。好吧，我来一块最大的啊。哦，好香啊。阿俊啊，不如放放音乐吧。啊，好啊。跳支舞吧。还有几多天，仲有几年，何以人生欢欣咁短，还有几分酸，仲有几分甜，问句那天再可相恋，还有几分痴，仲有几爱缠，让这夜拥有的依恋在一边。我们还是先吃蛋糕吧。好啊。吃蛋糕之前应该许个愿。就是差点忘了。我的愿望就是，好了，希望一日夫妻百日恩，夫妻俩就永远是一条心。你呢？我希望我们可以永远的在一起。来，我们吃蛋糕吧。好吧。你怎么了？啊？眼泪汪汪的，什么事？啊？有什么事？没什么，我太开心了。阿俊，你还记不记得我们那天在游艇上？都这么多年了，还提他干什么呢？今天是我们的四周年纪念，以后无论生死，我们永远也不分开。来吃蛋糕。好啊。真香。什么事啊？到底有什么事啊？你要说什么啊？你吃完蛋糕
我就会告诉你。好。说过了再吃也一样。你说吧。你先说，有什么事？这个蛋糕有问题，是不是？是不是？你害死我爸爸，嫁祸给我哥哥，我对不起他们，我要让你和我一起以死来赎罪。蛋糕有毒。有毒，是不是？想毒死我，想毒我，别再跟我耍花招了。那份验血报告在哪儿？快给我拿出来！我不会给你的。快给我！你不要逼我，把化验报告拿出来，快拿出来，就当什么事没发生过，拿出来。钱值得那么重要？没钱我就没有兴趣跟你谈任何的事情。我跌倒过一次，我不想再跌倒一次，快拿出来。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你别再跟我说这些无聊的事。你说，你是不是一直没爱过我？你现在有车，有房，有工人服侍，你还想怎么样？我只想知道，你有没有真心真意、真正的爱过我？没钱，我没兴趣谈爱情。报告，快把报告拿出来！拿出来啊！这些钱根本就不是你的，是人家的，应该还给人家。化验报告是我的，你快拿出来。那份报告，我今天已经寄给文艺了。你好大的胆子，居然跟我耍花招！你活够了！你敢玩我，我警告你，快拿出来。我对不起我爸爸，对不起我大哥，我根本就没打算跟你生存下去，我要跟你同归于尽。让我死，我不会跟你一起死的，不过你要死我可以成全你。你别逼我！报告，那份报告，我今天已经寄给文艺了。信箱，阿玉，都放假了。
救命啊！我中了毒了。还生你妹妹气啊？她虽然爱错了一个人，可是爱本身是没有罪的。你心里明明是疼她的，就别再怪她喽。你就这么一个妹妹，别弄得这么不开心了。你不用送我回去了，你还是去看看她吧。下车，谢谢。那先生，什么事？警官，我妹妹住这儿，这是姓高的吧？是这样啊，你进去吧。谢谢。快点，小心啊！阿红，阿红，是大哥，阿红。先生，死的是你什么人呢？她是我妹妹，警官，到底出了什么事了？她从阳台上掉下来，掉到游泳池里边淹死了。哎，现在女人真厉害，一不高兴就做个毒蛋糕，和老公同归于尽呢。嗯。你怎么这么傻？浪荡路中，这心哪怕更酸，落寞日子痛过了便算，遗忘的太多太乱，命运像风暴，一生多变动，木纳面孔失缩扑向雨中，扶着寂寞枷锁爱放纵自我，浮游的心不懂珍惜美梦，痛痛快快永不再是爱，寂寂默默独处在梦外，漂浮纵直到灭后不再归来，绝不管生命怎样结局，孤单中人仍是寂寞，一天天在苍心追逐，夜深爱抚着孤独背影，断续的爱全没记忆，披风声有告别黎明。走私集团一般会用一些不起眼的新面孔带货，根据可靠的线报，这几名男子都可能是这个行动的目标。大家手上都有这次行动的资料，可以作为参考。因为这次行动是和国际刑警合作，上级很重视，希望大家努力争取最好的表现。是。有没有其他问题？没有了，没有了。一个人吃饭这么慢，不介意吧？随便，我吃完了。哎，麻烦你啊，一个猪排饭和一杯啤酒。好的。对了，许先生，走私案子的资料我已经看过了。吃饭的时候，不谈公事。那我先走了。没事吧？对不起，对不起啊。没事。
小心。撞了一下，差点药酒就没事了。谢谢你啊，送我回来。我有车很方便。我给你倒杯茶吧。好。喝茶，谢谢。有空的时候织着玩的。我看不出来，你还会织毛衣啊？你老公真有福气啊，娶了一个能文能武的老婆，真是能入警察局，出得厅堂。就像这瓶干花一样，摆在那儿很有心思。我走了，不然你先生回来不好意思。我先生不会回来了，他已经死了。死了？你说的对，你说干花比鲜花摆的时间长，可以历久常新，可惜人就不行，人有生老病死。我说过吗？你要是没说过你喜欢干花，我也就不会买来送给、送给我的。我真傻，真傻。我白白浪费了三年。习不习惯？嘿，坐牢也没什么惊喜的，是不是？喂，不过有一样也很好啊，生活有规律，有吃有住，又不用熬夜。我还没听说过坐牢好呢。要不这么想，怎么过18年呀，易姐？哎，我有个想法。想？你别胡闹。哼，你以为监狱风云呢能搞什么？你们听了别吓坏了啊，我决定读书啊，考毕业证书。日子这么长，读书最好了，以后出去也能找个事做，步入中年了还不务正业。你能有这种想法太好了。哎，老大，你呢？我啊，好好的做事啊，等你出来，兄弟俩合作，一起混饭吃，共同进退。时间过得很快的。想不到阿宝现在这么争气，这么有志气了。人是会变的。那你呢？你说过人始终是要往前看的，你有什么打算？没有，我刚刚找到一份工作。什么工作？在撞球室做计分员。做计分员？有什么不好？没有，暂时有一份工作也没什么不好。不过你有没有想过以后啊？以后？想那么远有什么用？我以前还想过陪我爸爸上长城呢。我爸爸说过，中国人就一定要上过长城。他说不到长城非好汉。有些事就是这么怪的，很难预料。很难预料。阿宝都说做人要有目标吗？难道你真要拿着球杆子过一辈子吗？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早就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我什么都干过了，书也读过了，正经的工作也做过了。现在我的身边出了这么多事，我什么也不想，我只想拼命的做事，把以前不开心的事全忘掉。阿朗，阿朗，我意义我不管你同不同意，我也不想跟你吵架。我本来想告诉你，杂志社让我到新加坡去采访，
我本来不想去的，可是现在我看还是分开一下，冷静一下比较好。有时间的话，想想自己的将来，想想我们的将来。到外面做事，自己要小心一点。希望我去一个星期就回来。打电话给我，我来接你。快到点了，你进去吧。再见。再见。陈朗在吗？多么想用雪花留住你，心中想说一生之中都只爱你，为何换了对不起？